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雨持续不下来，基隆水情出现黄灯警戒。自来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方面持续开发新水源，包括藻井及深潭取水等，也呼吁民众节约用水。立法委员蔡诗印则是透露，国防部将指派50辆水车支援基隆送水。新山水库蓄水量剩不到40%，基隆水情出现黄灯警戒，其中中正及信义高地社区用水尤其吃紧。自来水公司方面除了提醒用户节约用水，也持续开发新水源，包括藻井及深潭抽水。为了我们增加这个原水量，在供寮的部分，在供双营运所里面也预计藻井，那目前已经实施中，目前已经找了一口那每天可以增加700吨的那个用水那陆续我们再考量是不是在做藻井的一个作业。在公馆桥的这个深潭引水的部分还持续在做，那我们一样是24小时排班不分日夜来这巡视我们这个抽水机的运作以及它保养的部分。9月3号开始那水情由绿灯转为黄灯，那就是就减压供水的部分是就特定的离峰时段还是特定的一个状况做局部的一个减压。那这对于那个行政机关以及国营事业有关喷水池洗墙还是洗水沟的这个非民生需要的一个用水的部分我们就禁止。另外，自来水公司方面也配合用户需求，加派水车及设置取水站。对此，立法人蔡诗印透露，国防部将派出50辆水车支援基隆送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办公室协调国防部水利署，由国防部出动水车50部的水车，要来支援基隆高地供水的区域。那目前正在做相关点的会勘，我们预估明天会有新的车辆来水车来投入，协助我们基隆比较缺乏用水的一个地区。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会继续来努力，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水情吃紧的时间，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仍然努力把它满足。蔡诗印表示，根据天气预报，基隆近期渴望出现降雨，希望老天爷保佑早日普降甘霖，也提醒市民节约用水，一起共度缺水难关。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中山区外木山海岸平台年久失修腐蚀损坏，影响到泳客进出到海边游泳的安全。基隆市议员张秉钧特地联手立委蔡诗印争取，由北关处负责加固补强整修完成，维护进出泳客的安全，也让当地海星游泳协会相当肯定和感谢。看到年久失修腐蚀损坏的海岸平台加固整修完成，基隆市议员张秉钧、海星游泳协会人员以及立委蔡诗印服务处秘书等人都很开心。由于中山区外木山海岸平台年久失修腐蚀损坏程度相当严重，影响到泳客进出到海边游泳的安全，基隆市议员张秉钧特地联手立委蔡诗印一起争取，由北关处负责加固整修完成。那因为秉钧这边受到我们海星游泳协会还有我们很多的游客泳客在反映，我们海星平台其实它的手扶栏杆断裂还有支撑架区腐蚀，那其实这造成我们这边游客来到海星游泳池游泳的时候，他们的安全其实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那其实我们也多次的协调，然后也希望所属单位可以尽快把这个平台修复完成。当然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感谢我们蔡诗印立委，他来协调北关处，那也在今年的时候顺利的把它整个手扶栏杆还有支撑架都把它修复完成，然后并作为补强的动作。那现在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客跟泳客来到我们海星平台海星游泳池这边游泳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非常的安全下海去游泳，然后来欣赏我们基隆的海景。也非常感谢北关在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紧急的一个修缮服务，那后续的保养跟维护的话委员这边跟市营这跟秉钧这边会持续的下去做关怀，然后呢一有经费之后会马上来做修缮补强的一个动作。
对于张炳钧议员和蔡世印立委的努力，积极维护玩水民众和泳客的安全，当地海星游泳协会也非常肯定和感谢。今日是安尼淡淡啊啦，哦，阮是大家会员有咧反应啦，但是阮和张义做因爸仔囝，哦，拢食照顾即大家，今仔日过来哦，即个委员来鼎力相助，哦，所以我们很感谢他们。张炳钧也特别感谢海星游泳协会人员平日协助维护泳客的安全以及周边海域环境的付出。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距离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在基隆市长林佑昌领军下，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印协同13位党籍议员候选人进行联合登记。林佑昌表示，基隆八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要让基隆延续进步及改变，蔡世印是最好的接棒人选。蔡世印则强调，选在登记第一天和党籍市议员候选人联合登记，就是以市民福祉为优先，希望在年底选战延续佑昌市长务实推动市政的精神，率领基隆队击出全垒打。市长选世印，市长选世印，议员大胜利，议员大胜利，站起动身。基隆市长林佑昌领军下，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印与13位党籍市议员候选人进行联合登记，抢在开放第一天完成登记，期盼能率领基隆队在年底选举击出全垒打。这一场的选战不是只是蔡世印而已，也包括我们的议员世印当选，13个议员都全垒打。我想这是这一次，我们今天选在这一天来参选最重要的意义吼。那各位如果其实有稍微注意一下，然后会发现我们选今天的时间是下午1:30的时间。那为什么呢吼？因为其实下午1:301+3=4嘛，蔡世印的事，13个刚1:30的13刚好也是我们13位候选人，所以我们特别选这个时间，代表着我们的基隆队强棒出击。陪同登记的基隆市长林佑昌则强调，在他执政下，基隆八年来的进步成果市民都能看见。这期间，他与蔡世印合作无间，让基隆重回前段班。因此，蔡世印是延续基隆进步与改变的最佳人选。为什么一定要支持蔡世印？就是因为这八年的一个时间，蔡世印跟我一起并肩作战，齐心合作，所以蔡世印是最了解基隆市政的市长候选人。他当选市长无缝接轨，马上继续延续所有的市政，继续为基隆的建设来打拼。另外刚刚在讲，这需要一个基隆队的一个团队，包括基隆市政府的政务官，包括我们今天一起出席所有参选的市议员，我想大家就是一个最坚强、最有能力，而且是最能够用一分钱来做十分事情最棒的一个团队。秀出台北大学博士文凭，蔡世印表示，他提出的四大政见主轴就是延续佑昌市长的施政擘画，务实的推动基隆持续改变。他强调，绝不会好高骛远乱开支票，会与13位党籍市议员候选人在恪守财政纪律下延续基隆的进步与改变。世印这一次的接棒佑昌市长，我们绝对会把基隆的进步、基隆的改变继续延续下去。今天在我登记参选的同时，我们也会向选委会递交本次我参选的政见。我的政见非常的清楚，四大主轴，这些四大主轴就是目前基隆市政府推动的核心价值，也是适应未来接棒佑昌市长的市政府的时候，我们继续推动基隆的改变。对于外界关切的协和电厂试接方案，蔡世印强调尊重相关单位审议，他支持能源转型，但不能妨碍基隆市港发展。我们支持协和电厂转型，但是也不能够妨碍到基隆港市的发展。那这个部分，我想台电会做后续部分来处理。至于民间团体推动相关的公投的事项，我觉得这个就是由公投相关的选委会的部分跟公投审议来做处理，我充分的尊重。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基隆暖暖幸福华城社区因为位处高地，管线老旧，经常爆管漏水，一天甚至漏掉上千吨的水，居民也因为水费高涨苦不堪言。在基隆市长林佑昌提出三方协议的创举，并且以第二预备金支应部分工程经费，加上立法委员蔡世应协助推动老旧高地社区用户加压受水设备改善计划，明定由政府负担八成经费，水公司已完成加压设施，并且将管线更新。林佑昌更利用污水干管铺设一并重铺道路，让居民直呼幸福华城社区真的变得很幸福。那经过议员然后市长最后的拍定，哇，我们现在真的真正的幸福华城，大家都幸福了，大家都幸福了。一看到基隆市长林佑昌，幸福华城社区居民频频道谢，因为困扰住户多年的漏水及水费暴涨问题终于解决，让居民直说现在真的是幸福的社区。市长就帮我们争取，就是修这些的经费，我们分期付款，目前也都分完了，都付清了，所以目前水费就变得很便宜，就很节省，最主要是不浪费水啦，最主要是不浪费水，要省掉那个水费，省掉将近一半以上。有一千多户住户的幸福华城社区，过去因为管线老旧，又常因车辆经过碾压，经常爆管，每天漏水多达一千吨。基隆市长林佑昌因此提出三方协议的创举，由基隆市政府与自来水公司及社区居民共同合作进行输水管线加压设施及配水池改善。林佑昌更决定以第二预备金支应部分工程经费，大幅降低居民的负担，也让幸福华城社区成为全国第一个解决高地供水问题的示范社区。当初是用市政府的第二预备金出了900万元，然后跟自来水公司签订契约，还有我们住户大家也同意，这个代操维护的这个费用，之后来做摊体，所以这个是形成一个我们解决基隆市高地漏水跟高地供水问题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呢，我们幸福华城是示范的案例，后来这个示范的案例变成行政院在处理全国各县市高地这个漏水或者是高地社区供水问题的一个示范案例，后来变成全国一体适用。立法院蔡世应更发挥临门一脚，要求行政院制定老旧高地社区用户加压受水设备改善计划，由政府负担八成，住户只需负担两成，用解决漏水率的方式，由中央经济部的水利署出部分的经费，配合地方政府跟水公司的合作，以及住户出部分的经费来解决跟改善。所以各位，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来，这两三年来，有陆陆续续许多的社区开始在推动封闭型社区的高地供水的改善。那如果不是我们长期这样推动的话，各位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又是哪个社区没水，哪个社区爆管，然后社区的住户跟主委这个叫苦连天，说没有人来理他，水公司也说我的公权力没办法介入，因为都是私人的产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水公司方面表示，幸福华城高地供水改善工程经费1300多万，20年代操作费则需2300多万。不过，在基隆市政府支应部分经费，再加上20年逐年摊提下，幸福华城社区居民每户每期只需负担26元的代操作费用。这样核算下来，每个用户概率就是每期就是2个月分担26块。这个26块会在水费随这个水费来征收。不仅解决漏水问题，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在社区进行污水干管工程时一并改善路面品质，经费更节省，等于是一举多得，解决了自来水的问题，然后也把污水下水道的管线也把它铺设了，另外就是过去长期以来马路坑坑洞洞的问题、烂路的问题一并做了解决。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的经费大概减省了大概3/4的一个经费。对于基隆市政府方面的努力，当地市议员连恩典及林敏勋也非常肯定及感动。1000吨，每一天都1000吨，基隆市的游泳池你们知道够大吧？一天1000吨，将近3个游泳池的大，你知道那个水多少量在社区里面跑？所以市长那时候真的体谅，这样子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那后来坚持，也同意第二预备金能够来先拨用嘛，把这个事情解决完。
这个高地供水的这个和这个经费可以这么顺利，然后让这次换完之后，不只是刚才其实上讲的，不只是水管的更换，那我们这个污水管的部件，那整个马路的铺平，那个让除了解决掉安全的问题之外，其实让我们这个马路的舒适度哈也非常的好。那其实我们上海其实都在开会跟各位这个每个住户，其实大家都是赞誉有加。刘昌表示，在立法委员蔡适应居中协调多次办理地方说明会下，包括美之国及中央台北社区，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成高地供水改善。另外还有三个高地社区正在进行规划，希望在三方共同合作下，能彻底解决基隆老旧社区高地供水问题。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抓住夏天的尾巴，欣赏闪亮亮的海景风光。9月3号礼拜六，一起来基隆市外木山走走吧！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健康乐活，来就送精美纪念品，现场还可以抽大奖。9月3号上午8点，与你相约在外木山渔港前广场。我觉得，怎么讲？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网速只能这样了。不能这样！那就换中加宽频吧。中加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 G 只要999，再送 WiFi 神器，现在就办中加宽频。怎么叫？有追剧又视讯，网速只能降了。不能降！那就快换中加宽频吧。中加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 G 只要999，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现在就办中加宽频。夏末秋凉好时节，团圆共聚赏月圆，同事甜饼齐分享，欢度佳节好时光，月圆人团圆。为了推广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公用频道，中加宽频携手台师大大传所在基隆举办推广课程，吸引许多民众报名参加。2天的课程内容丰富，让民众学习用手机拍摄剪辑影片，也进一步了解如何善加使用公用频道来发声。工作坊的学员用手机拍摄、剪辑、分享完成的影片成果，还可以向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申请播出。为了推广公用频道，台师大大传所与中加宽频共同携手，在基隆海科馆举办公用频道媒体应用课程，教学员如何用手机来产制影片。各组完成的作品相当多元，有探讨教育体制的内容，也有介绍暖暖的人文历史与镇滨渔港八斗子地区的观光特色。透过这次课程，大家都收获满满。我来自于新北市，那在朋友的网络平台推广说有这种剪辑的活动那个课程，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那我今天跟我们小组的拍摄过程啊，我们是以八斗子的小旅行啊，所以我们走了半天，那把这个小旅行做一个历史的演变，就是当时的北部火力发电厂如何蜕变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所以是在这样走读之下拍摄的所有的影片，然后我们再陆续的剪辑起来。第一天来学影片的阶级，
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是去走读我们暖暖的这几个一个就是说文化古迹，哦，那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就现场就可以马上应用。那我觉得说这样子对我们，虽然我们是中高年龄的，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收获满满，我们未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家里的人或是朋友甚至一起来互动。就是我们是想不到说我们这个年纪的，实在我看现在都大部分年轻人了，我觉得说应该呼吁中高年龄，哦，大家都来学，那学会了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哦，的阶级啊影片剪辑，觉得这样子一个让我们的年纪不会觉得说我们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很老。那我本身对摄影是非常有兴趣的，但是我之前是做平面的比较多，那现在是用这个比较新的这种手机年轻化的这种很便利的工具的话，就是等于又是一个重新的学习。那我会感觉到他说手机确实有它的便利性，因为它好轻哦，然后它也可以直接就在上面做一些编辑啊，那速度会快很多，但是我们就是在学习上就是要去熟练它。为期两天的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落实影像人才培训之外，也让学员了解如何善加运用有线电视的公用频道来传播发声。举办这个工作坊，其实我觉得任务是很艰巨的，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的民众到底什么是媒体禁用。那媒体禁用其实很简单，其实如果说从有线电视业者的话，就第三频道。第三频道其实是给所有的县市民众他们去使用，甚至是播出他们节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频道，所以它是一个具有这样子一个公用的这样子一个精神在那边。然后举办这个工作坊，其实当然最主要的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讲习里面，我们所使用的其实是手机，其实现在是一个手机非常方便，而且手机的画质也好，或说整个便利性，其实都是可以创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相当优质的一个电视节目了。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两天的这样一个课程，其实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媒体禁用，然后进而拍这个节目，然后甚至是拍这个节目，我们经过这种讨论啊，还有拍摄之后，我们等一下会有所谓的一个分享，然后分享之后，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么好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内容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有线电视业者，然后在我们的公用频道上面做一个播出，这大概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边。我们很高兴可以认识到有这一个公用频道，那这个频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明显的告诉我们该规范，那如何不能有商家的名称出现，电话该避免的要避免，然后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好用，就是说我可以想要发挥我想要的议题，然后可以自己制作，让我有一个可以发表的平台在媒体上，这是觉得是非常好，只是好像还继续推广，如果没有这个课程我是不知道的。老人家到处玩啊，可以哈，人手一机就可以拍摄美景啊，但是要把它制作成影片呢，我们还没有学得很好，所以呢有这个机会来参加真的很高兴，就是说哎，可以以后学习了之后，我们到处旅游，我们就可以制作成影片啊，放在 FB 啦什么的，对，或者给家人，或者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欣赏。没想到来到这边啊，原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公用频道可以让我们使用，很多那个人民社会大众都不太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来了才知道说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哎，可以把好的影片啊，可以哎，给大家一起欣赏，我们也可以上了这个公用频道去欣赏别人的一些好的讯息，这样子，所以很开心，觉得很感谢，又免费来学习哦，真的，我觉得活到老学到好，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课程哈，关于手机剪辑摄影，然后还有就是上传到 CH3 频道，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训练，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同时还可以把它制作成影音，同时还有一个很棒的平台可以跟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三频道公用频道是由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学校、团体与民众播放公益性、艺文性与社教性的节目，欢迎民众制作影片向公用频道申请播出，落实媒体的接近使用权。公用频道赞。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基隆部分地区连日缺水，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珍惜水资源的重要性，基隆市环保局特地发起净溪的活动，号召全市水环境河川巡守队志工们一起到暖暖溪岸进行净溪的活动，清除垃圾废弃物，维护干净的水质和周边环境，让暖暖更美丽。河川巡守队志工们分别在暖暖溪左岸和右岸捡拾垃圾以及废弃物，装袋后由环保局清洁队车辆运走。由于基隆部分地区连日缺水，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珍惜水资源的重要性，基隆市环保局特地发起净溪活动，号召全市河川巡守队志工们一起到暖暖溪岸进行净溪活动，清除垃圾废弃物，维护干净的水质和周边环境，让暖暖更美丽。借由大家的力量来保护维护我们河川的一个环境跟生态的环境，那让我们整体的环境保持干净，那我们的环境才能够永续。那在这个部分呢，需要靠大家的努力也需要就是说不管政府单位、民间单位共同结合，一起努力来完成这个环境的一个整理的工作。这项活动也获得暖暖区议员们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前面就有一个200出头年的胖埔间，我想这个溪氏水库是我们暖暖一直很骄傲的地方。那特别是今天来这么多的环保伙伴能够来这里，这个一起来帮我们整理好。一起清洁我们的暖暖溪，我感到非常的感动哈。那我想，我们爱护我们环境的生态的好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了我们的环境，都需要你们。那特别是在我们看到暖暖溪这里那个溪底也已经干枯了，在这个干枯水期，恩典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好朋友，我们真的要节约用水，共体时间，我们让我们的水资源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民众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最好的品质。悠悠在这个很漂亮的这个从双生土地公庙那一路到这个暖心公园，这个整个廊带其实很适合大家这个不管是早起运动还是说下午那个下班之后的休闲的活动都很适合在这一段。那希望说可以把这个环境把它变得更好，那大家一起来守护。那最重要其实大家民众关心的还是说最近是因为看到溪流，我没有想到说现在目前可能有缺水的问题嘛，那我们还是说希望说赶快可以赶紧下雨，不然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的水库也已经达到可能已经有别的区域已经在进行停水，那我们暖暖区的部分可能如果再不下雨真的也准备要开始就是限时的这个停水了，那我们希望说可以赶紧下雨，那让这个供水恢复正常，那我们不要影响到我们的民生用水，那我们整个民生的环境我们会一起来努力来守护，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来举办这个净溪的活动。环保局和议员们都非常感谢河川巡守队志工们无私的付出，跨区来帮忙亲近暖暖溪，维护水质以及河川生态和环境。我爱暖暖溪，暖暖最美丽。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再会。我觉得怎么这样哎呦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网速只能这样喽。不能这样、啊！那就换中加宽频吧。中加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 G 只要999，再送 WiFi 神器，现在就办中加宽频。怎么叫？有追剧又视讯，网速只能降咯。不能降，那就快换中加宽频吧。中加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 G 只要999，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现在就办中加宽频。